漫画里有成千上万的魅力男主，他们来到世间，以爱的死去活来为己任。然而，即使他们驰骋情场，所向披靡，也不免有着各自的烦恼。哎，都在支支招，怎么给女主讲第一句话？应该瞅准一个大物体，看他一个蹒跚，马上接住他，在迷雾中旋转，说一句：“姑娘受惊了。”如果是我的话，会用萌萌的眼神看着他，发射一句：“人家真的很寂寞呢，真的很寂寞，真的很寂寞呢。”那还不如在37度的阳光下，给他来个嘴角上扬，说一句：“真的，很放心不下你呢。”啰嗦。我会闪烁着智慧的晶片，头也不抬地对他说：“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限你3秒内，从我眼前消失。”我们总裁的路数就是这样，完全陷进去了。更多撩动少女心的漫画，就在腾讯动漫。快来腾讯动漫 APP， 遇见属于你的漫画男主。